你会不会走路呀？咦，真是只水，这是啥？新鲜的果汁，快来买呀！到底新不新鲜呀？嗨，绝对新鲜，这都是我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，能新鲜才怪了。要是不新鲜，就让天上掉下来个流星，把我的摊子砸个稀巴烂。太邪门了，天上竟然真掉下个流星。咦，寻猫启事，悬赏100万，发财了。喂，我知道猫在哪儿，快把钱先打给我。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我要是骗子就不是人。叽叽叽叽叽叽叽，喂喂喂，怎么变成猴子打电话了？哎呀，我的钱包不见了，那可是我看病救命的钱呢。爷爷爷爷，我看见那个叔叔把手伸进你的口袋了。小屁孩，你再乱说话，看我不揍你。嗯，你要揍谁？哎呀，这是误会，我真没偷钱包啊。我要是偷了大爷的钱包，就让我长出3只手。我今天是撞鬼了吗？算了，还是玩游戏吧。我可是欧皇，你把账号给我，我帮你抽金皮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如果我骗你，就让我困在游戏里出不来。喂喂喂，怎么不说话？掉线了吗？